两个人坏坏的暗号。今天要哇，我这么直接。有一个问题，你这是跟谁的暗号？哇，觉得是有默契的吗？你们两位？我觉得很有默契耶。我们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在暧昧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要好好打扮，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约会，他可能会跟我一些对告白，或已经濒临告白，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。那我就穿黄色的衣服，跟外面就是香蕉嘛，没有，我们今天也是香蕉，全部都是黄色衣服，然后外面套一个牛仔外套，想说这样子比较大学青春的感觉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才刚大一。然后后来大一你就跟他出力了，我也小弟弟啊，我那时候也小弟弟。你现在也有小弟弟啊？有啊，都有。后来见面的时候，发现他跟我穿一模一样，也是黄色的上衣，跟外面是牛仔外套，完全一样。这是鸡皮疙瘩。这个不叫默契，这是心有灵犀，心电感应。对啊，两个人那个时候已经有牵过手了吧？还没。也还没，不可能啦，有接吻吗？没有，还没，不可能。他们都同时的回答，没有，没有，成瘾了。那个是不可能有接吻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真的。难度很高，听不到，听不到。如果这个是想接吻了，这个下巴都控制了。这个是总统，以前总统那不一样。这个是谁是超怕痒的是谁呀？哦，我你呀。其实很多男生都很怕痒，我是因为我个性本来就很紧绷，我再搓我或者撩我，我会更紧绷，很不舒服。那今天我们当然。万一答错的话，两位默契不够的话，我们会有惩罚。欢迎魔王出场。Wendy，可能健美小姐，她好像有练得更壮嘞。对，健美然后又健力，对不对？我上礼拜才刚比完赛，哦，难怪我刚比完赛，所以现在状态是最好的，肌肉线条啦，厉害了！各位，马上进行我们夫妻默契 Q&A 来了，两位写下来。请问两位第一次kiss 的地点在哪里呢？哦，这个应该简单了啦。这个不可能错了吧？所以你再忘记的话，打下去，打下去，一错就处理。哎呦，香蕉在响哎，打下很多地方是不是？好玩了，不是我现在在看什么？那烧羊的工具有这么样？哇塞，搞得跟像在卖糖葫芦一样，那个造型很像。几只？太多了。我刚才也在想说两只。好，先看我们香蕉的。饭店，饭店 ，hotel 就对了。第一次就在饭店。哎，不是，他住台中嘛，我是下去拍片之后认识他，他住在我拍的地方的附近。哎，后来我就常常跑台中了，哦，我就刻意住在他家附近。上瘾了，上瘾。对对，也不是上瘾，就故意住在那饭店。太个贵啦，他就过来那个。哎呦，直接开房间了就。哇靠！一块看他勾引勾引。来镜头，超有一套的。一二三。哇！中了中了中了！当时是怎么样？刚那张照片就是在饭店里。啊！你们第一次约会就在饭店？应该是晚上的时候。对，晚上的时候晚上在饭店，基本上有亲就。对，那你那个亲的照片是完成了还是还没完成？拍完照之后，就完成了亲了，完成了亲了。情况怎么样？当时是，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拿着相机在对着镜子拍照嘛，然后拍着拍着，他头就突然在这边，然后就吹气，吹气，吹气，我呼吸比较大力，这么吓人啊！吹气，吹气了，然后你知道，如果靠近一个女生或男生嘛，旁边他如果不喜欢，他就会把我撞开，哦，我就知道哦，这个不行，不能太靠近。啊，我靠近他，他其实也靠近我。亲是怎么亲呢？亲又再往后了，就是我们有聊天啊，一起玩乌克丽丽，一起 B box， 一起聊心事很久。你们两个嘴对嘴玩 B box， 玩 B box， 还玩乌克丽丽。哎呦，那这个是在房间里吗？对对，我担心啊，开家庭会议。哎，对对对。
乌克丽丽会不会是人体器官的一个别名？乌克丽丽啊，暗号哦，你的乌克丽丽。好了，他们省略很多东西了。OK， 第二道题目来，给我们出个题。好哦，这个来了，可能就讲到刚刚乌克丽丽，两个人坏坏的暗号哦，哎，买可乐的暗号，哎呦，或者哎，对不对？想要买啊，洗衣服了，买可乐吗？哎。看 Netflix 咯，一定默契满分的。我今天白来了，香蕉的一二三。今天要哇，我这么直接啊，这不是暗号，这就是暗号，是这么明讲的，就是这样，这么明哦，对，没有明跟暗，就是这样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你这是跟谁的暗号？哇！出台机，出台机啊！没有听过这个暗号，完了完了，好，前天才讲。啊，前天才讲，不是讲这个哦，真的哦，但我知道他说哪个了啊，来不及了，来来，一二三，哦，对，可以预约嘟嘟吗？哦，那我一直嘟你一人，一直，而且嘟你千遍也不厌倦，对，啊，这个谁发明的？怎么这么下流啊？嘟嘟啊，嘟嘟啊，也是他发明的，为什么？没有，我没嘟，不是发明啊。就以前高中同学、大学同学聊天，就是不能讲太直白，就说嘟嘟这样子。哦哦，你跟你另一半嘟嘟了吗？这样会不会在街上以为大家都不知道要不要嘟嘟啊？因为多个同学闯过来，哇，嘟嘟哦！来人呐，惩罚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意思一样，香蕉香蕉接受惩罚，请起立。啊，我要干嘛？脖子啊，对，有衣物啊，有衣物，快倒数啊！你要啊，好恶心哦！想嘟嘟了吗？想嘟嘟了？好好好 ，OK 的，好好好，他这也是嘟嘟的一种。没的，没的，他那个是噜噜。人家老嘟在拍谁？下面一题出题来。香蕉跟岳父最尴尬的相处时刻是什么时候？最尴尬的相处时刻。来，先看你的一二三。第一次跟他爸爸也是第一次见面，觉得很有趣，带我去洗三温暖。啊！哇，看身体，为什么会洗三温暖？他检查你的身体吗？坦诚相见，有没有全部检查？我不知道，只是说那个时候叔叔在上海，然后我们两个去玩哦，有很多台商的叔叔们哦，去上海玩。对，带我们去洗很高级的三温暖，好啊，全部都下去温泉了，叫我站起来先去冷泉。我说我不知道在哪里，叔叔就说我带你，叔叔就在我面前一个一个站起来了。说两一个一个一个，一根一根香蕉就站起来了，奇怪，在我面前一个一个站起来，一个一个，说也是对了，但是。哦，移动到冷泉，什么三温暖很舒服，可是我有点紧张。请看一二三，喜上温暖，哎，对，就是那么热，就是那么热。哎，啊，你老爸算可爱的呢，带好特别，对啊，带女儿的男朋友去喜上温暖，那个算是先验货，你先验货，验货，先验一下。啊，你没有跟爸爸讲啊？爸爸不用看了，我看过还不错。他就是要靠你画。爸爸要检查，可能是想说我们难得去，然后想说带我们去好玩一点的地方，对啊，跟放松这样。真的太好玩了耶！哦 ，so funny， 这个在丈人面前我脱不下来哎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伤害他女儿的凶器。我们怎么好意思让他看到啊？哎呀，搞半天了，生气了，谁要跟丈人一起洗澡？我说，哎，给我一点时间。是是是，场面要有，要有，要有。最后一题了，来，以后呢，想要生几个小 baby， 小 baby， 哎，哎，这鸡奶在等生 baby 喽。哎，好了，两位一起，一二三。两哎哎呦，完全一样，这个有共识，有共识哦，太恶心了吧，一男一女，恰恰好，有聊过是吧？没有聊过，没有聊过，没聊过啊，完全没有哦，啊，你也想要一儿一女？
我只是想跟他有讲过说，像我这样的家庭，我有一个姐姐，我觉得有一个我这样很幸福。OK， 对，姐姐有时候是我妹妹，她会跟我撒娇，哦，对，会跟我讨红包，我赚比她多一些啊。啊，有时候她又会很倔强的叫我干嘛干嘛啊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很趣味，一个属龙，一个属虎，龙争虎斗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也是一男一女？我觉得就是真的凑成一个好字。哦，对，而且一定要哥哥跟妹妹的哦，哥哥男生要先出来，对，这样比较轻松。哥哥会照顾妹妹，妹妹对。哦，其实有姐姐，然后再弟弟是比较好的。哎，对，对，我也觉得姐姐比较照顾，姐姐会比较像妈妈啦。对呀，对。OK， 他们总共答对几题？一半了，50分了。没办法，好不好？再次谢谢他们两位。